不懈怠了，容忍猛猛精进，供养佛无疲倦，无懈怠。这一下呢，这些菩萨赞叹这些菩萨的功德，座内出现的这些菩萨的功德。十住菩萨所行清净广大如海，上来所举的这些菩萨，这些菩萨是无量的了，无数量的了。那举个十个为首者，每一菩萨就代表了无量菩萨，他们所行的道业，上向诸佛求法，下化众生是利益众生，都是清净的，立生事业是清净的，立生事业是广大的。那么把它总说起来，要述说所行的是什么呢？身口业，菩萨的身口业广大无尽藏，含藏的身四现是无量众生身，利益众生，说无量诸法，心业呢，就证得法性离体了，哎，依着体而起的妙用，起的妙用，就是三业广大的，得佛的智慧光，得智慧光，照普门法，法形容的就像门一样的。是通达意，因为这个法能通达到佛地，从凡夫通达到佛地，但是法无量，因为有智慧，智慧光照，能够得智证一切法，这一切法就叫普法。随顺诸佛的所行，没有障碍。诸佛怎么做的，这些个菩萨都能去做；诸佛怎么利益众生的，这些个菩萨都能入世利益众生。身随佛行啊，他的身体就是佛怎么做，我怎么做，这些大菩萨都做得到的。这举几个身了，口也入世，佛怎么说法利众生，这些大菩萨也入世说。意呢，那都达到本性了，都达到佛性了，以佛性为他的意念。所以第四句就是能入一切辩才法海，辩才无奈，是语业了，语业是辩才无奈，这是得法清净，得法清净，得不思议解脱法门，得不思议解脱法门，要他自证分说的，他的证得到了，真的。不思议的解脱，这个是这个解脱呀，把它说清楚说不清楚，议论也表达不出来，人家解脱的很深，入味的很深。第六句呢是住于如来普门之地，所证得的果位了，
这个普门地要整这十地圆满了，普光明地了。那么一切众生的这些个大菩萨所证得的，跟一切众生对比，跟众生对比啊，那众生呢，那就需要这些菩萨来度，但是得有缘呢。你要入法界，得有个入法界的因，没这个因入不到的。得到这些大菩萨度脱，也得有个缘呢，没缘是进入不到的。所以说这些个大菩萨，他们都得到种子法了，一得一切的陀罗尼。悉能容受一切法海，一切法都能具足，福德智慧清净广大的，善住三世平等自地，他的智慧已经是以理成事的理法界无奈，成就四法界无奈，也达到了理事无奈，这进驻于四事无奈，他已得到这个身性呢，是不同的了，他的性成根，已经证得了，证得自己最初所信的。就是初发心的时候，这个信心到你成佛了，成就佛的果德了，圆满了，这个圆满心就是究竟心。初发心是成正觉，入世二心初心难呐。最初那个心呐，很不容易发起，发起来使它长养不退失，很不容易了，所以叫善住，善住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智平等平等的，在众生跟佛佛佛平等，是指佛那个身是法性身，法性身是正德的法性身，那众生呢是烦恼业苦，烦恼业苦，那诸佛呢是智慧光明，那凡夫跟诸佛两个对比的话，从凡夫进修证得果了，那跟佛无二无别了，当然佛的成就佛果了，那么众生呢，众生还没有刚发因或者发了菩提心，渐渐也入世。这书上讲啊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在什么后头问名品，菩萨问名品，那就要加以详细解释了，也有修行的次第，说十方诸如来啊，同一法身。在众生有六道轮回，但这法身并没失掉，只是具足很多杂眼就法身不清净了。那这里头就说烦恼和菩提，佛有烦恼没有？佛没成佛修行时候本来有烦恼的，他做众生时候没烦恼吗？他修成了，
有烦恼的断了，没烦恼了。嗯，那众生的法性立体，众生的法身没烦恼。现在呢，流转生死了之后，有了烦恼了。那众生的菩提就是性，性体本来是有的，本有，他让你造了很多的业，有了很多烦恼了，那现在就没有了，现在就没有了，没有了什么菩提性，没有了，不是没有了，是没了。那诸佛做众生的时候也是迷了，那现在佛觉悟了，成了，那现在就有了。众生跟佛本来是平等平等的，但是迷悟不同伦，不是一类了，一个迷一个悟，众生是迷，诸佛是悟。这以下引证啊，很多经，这些经大家都不懂了，不解释它了啊。烦恼的业苦，众生都具足的，有具足过烦恼业苦嘛，就是众生是有的，那一切诸佛呢？圣性是修得的了，他没烦恼了，没烦恼了。那他做众生时候也有了，那现在没有了。那佛以前是凡夫的时候，照样有烦恼。现在他成了境界，成了正觉了，没烦恼了。那众生与佛呀，就这样颠倒了。颠倒过来，颠倒过去。要他体性来说，佛的体性，众生的体性，平等平等的。但是为什么差别了呢？一个迷，一个悟。悟有深浅呢，所以有三乘的差别。迷又有深浅呢，而六道不同，都入是。说假使了解这种道理了，三世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一切诸法、言法、境法，在性体上全部都是平等的了，全部成型的。要这样理解，这样深思，你能达到进入的世事无奈境界，这就是华严所解释的道理啊。这样你就能入华严义，理解华严经了，也能够懂得这种道理了，善住一切自地。暂住一些字地，地是含着生育生长，一切事物最后还归于地，所以说一切诸法归于佛智，究竟的就是一切字。无边的福聚，极善的清净。没净以前有障碍了，有障碍福就没有了。没有福，就说他这个福聚就是清净无言说的。要把这一切障福的，仗智慧的，把它捐出。